赞达拉统治这片土地已长达数千年之久，我们深受罗雅庇佑，手持神圣利刃，指挥强大舰队，号令四海。但随着时间，帝国却停滞不前，变得孤立无援。帝国情势内外交迫，面临严峻的考验，这也考验我们的信仰是否虔诚。现在，我继位为女王，我们会跟部落联手，一起夺回我们在艾泽拉斯曾经拥有的土地。赞达拉永垂不朽。我事情很多，你快说。赞达，当联盟入侵我们的家园，部落的各位英雄挺身相助，帮助我们抵御外敌。我们在战斗建立的情谊，就跟我们与罗雅之间的连结一样强烈，和我们的新同胞携手并进，为赞达拉与部落带来光荣的未来。快点说，小心那些活着的家伙。信的是哪个罗雅？赞达拉永垂不朽，